辽阔的蓝天，雄鹰在飞翔，雪山下面有座无数的宝藏。青藏高原有我34年的青春的记忆，热血的流淌。我一直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我要感恩西藏，感恩藏北，用自己的笔和相机啊，来记录这里的开发史。这批拓荒者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啊，发扬老西藏精神，建设新家园，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要让世人知道，让后人知道。西藏是个很神奇的地方，蓝天白云，这是自然的。但是那种人文的，你每次能够感受到不同的文化，一旦去过一次，你可能就要拦不住你自己，你要去第二次、第三次。从04年第一次上去，先后去了17次，为西藏的孩子们做一些贡献，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情。第一次走进雪域高原，在珠峰的脚下来感到我们现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保护西藏的原生态的，它的雪山、它的冰川，就是最美好的这个生态保护。西藏的这种山山水水，深深的打动了我。一趟西藏行，一生西藏情，忘不了西藏。一代代的进藏干部这么努力建设西藏，才有今天西藏的幸福生活，真不容易。走走，往前。我叫王军强，来自于中信银行大连分行。2019年，作为中央第九批援藏干部，来到西藏纳曲深扎县，任深扎县的常务副县长。往后退一下，咱们垫一些东西。这是王军强援藏工作的第3年，还有不到2个月，他将结束援藏，回到原单位工作。援藏结束前，他专门走访多家汽车厂，设计定做了10辆牵引式木居车。眼下，他要把新式放牧车逐一送到偏远村镇放牧点。放牧点都是整个都没有这个公路，都是经过很多山。深扎县面积2.43万平方公里，接近北京和天津面积总和，每平方公里不到1人，80%以上是高原高寒牧场。牧民，每年12个月，有将近10个月的时间，实际上是在放牧点生活的，条件呢，非常差。如何提升放牧点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无论是在西藏啊，还是在全国其他牧区，都是一个难点。旅居房车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途径之一。这个新式放牧房车既能改善牧居生活，又能保护草场生态环境，是专门为当地牧民定制的。王军强把它叫做绿色牧居车。各位老乡，这个叫牧居车，是我们中信集团今年的援藏项目，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牧居车里面有藏式床、藏式的沙发，还配备了牧居车专用的高压锅、水壶、电热毯。这张床是可以来回移动的。咱们在家里头都用电热毯吗？基本上没有，村里现在都是第一次的，我们村里。所有的电器的总开关在这个位置。你们刚刚插座接表的时候，我再给你们演示一下，看看这个地方，这个灯的开关在这个位置。这个车4个角都有一个强光灯，让我们的野生动物，包括熊、狼，在晚间的时候能够远离我们这个房屋。不能再伤害我们的牧民群众了。
依靠风能、太阳能发电的绿色木居车，引得牧民们久久围观，不愿离去。县政书记，咱们全村80多户啊，我们木居车只有一辆，到底分配给谁？我们村的老人啊、小孩都来了，还有想着要这个，他们每个都想都要的。再要没分的话，我也想个办法嘛。听说要分配木居车，全村所有牧民全都到场。就是中吧，你给这个给西子那头的三十个头，但俺是没个那么些的啥的，晓得吧？都是的，俺是怕做给钱钱才得给钱给，或者哪呢？困难家庭根本无法量化，一说起第一个使用木具车，全村各家各户似乎都变得格外困难。一场轰轰烈烈的分配大会，结果还是不了了之。王先生给长不长下去给拉不下，他养的家的挺忙的，那我这个可比较比较的那了，干那的，要种红叶的三马种。阿爸嘛，他这里，干种他这里一个，干的多。我那是种着了，他这里干是过的，没多少，种多了，干是个不开心的，他这是来不晒的，啥太阳的去过的，那边是过的几个些。叫了，那咋地？拆迁叫的了，咋地？搞的吧？是，现在给已经没是拆迁叫要种吧，种是吧？是啊，可以过不去过。那个那个卡，兄弟。等我去通知那个王先生去。三年来，有难事找王军强大哥，已经成了单增萝卜的习惯。王先生给，给他说，没得数据来写下呢。我们这个雄威八村只有一辆，啊，怎么来分配？啊，如何来分配到最需要的群众啊？这个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讨论，采用了一个非常活泼的方式，通过赛马的形式，确定了他们先后使用的一个顺序。打完那大酒给了毛队员，拉个奖唱嘛。大酒给朱大姐，上面开始休息。大酒放走的了。赛马也许是最没有争议的分配方案。中国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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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Т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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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у та та төрчингийн тав юмчаа мөрийн дүүс замаа кэсэс үргэ а чимда төрчлээ дуртуулаа гоо бэлэг бүжэн жилийнс Дээгэ使用木具车 多吉 像搬进新家一样兴奋。 他想把旧房子里的所有东西全都搬上车。都是老的呀，才叫这个这个美，可把种子美，这个那叫是叫子美。啥牛？老。你是几岁？男。你个？男个是笨呐，才做美的。啊，可是我这是别的。要不要给这个？你看，你看，你看，我们记得干呀，哥哥们。哎呀，哥哥们，那这些可是嘛啦？他们买的那个，你注意一下。那个老，那个那个那个爹，那个老起来些，那个着老。当然了。舒适惬意的新家体验，悠闲自在的放牧日子。五一节前夕，多吉的幸福生活开始了。这个通过试点啊，通过让牧民来试用啊，然后呢反馈出意见，我们下次呢，我相信呢，我们下次肯定会做得更好的。挺暖和，嗯，就是。今天是五一劳动节，特意来看看，五一节快乐啊！晚上暖和不暖和？真的因为暖和了，你过我的那个暖和，这个是过年专门做的。在我们这个最偏远的牧区，最偏远的放牧点儿。也能享受到最现代化的生活。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们生活呢得到了一个提高，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一个希望。我想呢，不只是一个多吉，我们深扎县呢20,000多人口的牧民呢，都能够看到希望。2022年的五一节，是丹增罗布最后一次见到王军强。他不知道，五一节军强大哥连续在放牧点奔波工作，没有休息过一天。而他更想不到，和大哥的那一面，竟是永别。险山深处的巴扎乡。进出道路仅靠悬崖边缘，没有路面的山路要靠辨识车辙探路前行。2022年5月8日早晨8点，王军强和工作团队驱车前往深扎县巴扎乡工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隐匿了高原沙砾中的车辙，行进中的车辆瞬间失去方向，坠下悬崖。再有不到2个月，王军强将圆满完成援藏工作，离开西藏。但最终，他把自己永远的留在了西藏。
这件藏袍丹增罗布穿了多年。以前军强大哥来村里工作，赶上藏族节日或庆祝活动，都会穿上这件藏袍。我先生哪里生了去呢，不就给托不来去去。我先生拆了对拆的现在三卡在东南来的特别重嘛子。自豪和欣慰，即便是我离开了西藏，离开了深扎，也能把这个希望留给牧民。这是我能够留给雪域高原最珍贵的东西。抗日冰川，除南北极外，世界第三大陆地冰川。冰川、湖泊、沙漠，三种截然不同的地理样貌，在这里共济相生。罕见的自然景观，极致的自然环境，吸引着众多冒险者来到这里。贸然闯入者常常被困荒野，仅2017年就有140人次遇险。2019年，纳曲文旅部门聘请了内地专业团队，规划出国内第一条极地冰川绿色旅游路线。安全规范的绿色生态体验旅游项目，推出仅4个月。就超出之前当地全年旅游收入的4倍。随着羌塘高原生态搬迁逐步展开，旅游路线上的几个补给点相继成为真正的无人区，路线需要重新规划，实地探查。落实一下装备，手台现在有几个？我车里有2个。咱注意落实骑行罩1个，罐不够吧？罐不够，明天对采购。氧气怎么着？专业探险者团队负责人田小河有10几年极地无人区探险经验。转接头使用的。来3个。你开始来。今年，团队再次接受纳曲文旅部门委托，踏上羌塘高原，向普洱岗日冰川。进发。好，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的行车纪律啊，任何人、任何环境下啊、任何情况下，不准随车丢弃任何垃圾。羌塘高原无人区有数量庞大、系统完整的野生动物群落。随着牧民陆续搬迁，
野生动物种群开始恢复增长。穿越荒野，也增加了未知的惊险和奇遇。你们看这脚是冲前还是冲上？我这眼睛看不着。强哥，强哥去无人区去看看啊。野牦牛啊，野牦牛。点一下咱车门就穿。算了，回来吧，收回来吧。好，车队注意了，行动，后队变前队，那个原地掉头，然后咱们走分岔路，走左，好吧，绕开它。相对于那片陌生的土地来讲，它好像是那个领地的领主，而我们是闯入者，啊，那么我们就要绕。补给点即将废弃，而距此70公里远的挫折羌马乡还保留放牧合作社，会有人员留守。但要在那里规划旅游补给点，路线是否安全，游客住宿和整装的条件是否具备，需要实地考察。强弟啊，你那个带飞机过来飞一下啊，你过来看我这个，这是咱们现在位置，这不就是车辙吗？对，你拿飞机飞咱们俩眼前那个山包，就从这到这个山包有没有车辙？好，明白。好吧，你现在起飞。卫星地图上信息是否准确，要借助无人机实地确认。小强发现前面是有车辙，咱们往前走一走。啊，我想试一试，但之前都没走过这块。田小河安排3辆车分头行动，再到指定的地点会合。可其中一辆车开出去不久，就失去了联系。东子，能操作吗？荒野探险，最可怕的是走散和失联。意外，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我拿一个电话试试。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那个往下走的路有没有？有哥，他飞了，他说有。那等于说，实际上找到了往前走的路，只不过他限车了，是这意思吧？对的，是的。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我们的技术和经验，把已有的元素串联起来，组成一条生态旅游路线，而不是去开一条路。只有慢慢走，只有绕，才能到达。方向向左，打满。起风了，不远处飘动的经幡迎合着风的呢喃，像天边的一道彩霞，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现在啊，整个牧民搬迁以后，到最后接下来剩下的留给我们能够捕捉到的这种讯号，这内容太少了。太阳落山前，团队赶到挫折羌马乡，牧民们已全部搬迁，但房屋设施一应俱全。在留守村干部帮助下，团队解决了住宿和加油问题。太惊喜，太惊喜，太惊喜了！那个晚上我们就在房间里简单做点什么滋润米饭什么就行了。挫折羌马乡作为新的补给点，写进路线方案中。普若岗日冰川，高原绿色旅游线路的终点。2年前，团队曾经的主力队员吕晓东，在服务旅游线路的一次任务中，突发疾病，倒在了这片
洁白如玉的普若岗日冰川上。从筹备勘察到路线规划完成，耗时整整一个月。一次次勘察，一遍遍规划，看路者们用心和生命守卫着这条最美旅游线路上游客的平安。哎，跟你汇报一下，人车平安。我尽快啊把这个汇报材料发给你。洁白的冰川，碧绿的草原，湛蓝的湖泊，回归自然的羌塘高原正在散发出令人陶醉的生态之美。西藏山南河湖众多，雅鲁藏布江两岸温暖湿润，森林资源十分丰富。茂密的山林中，大量珍奇野生动物自由生存，安逸成长。林队向您汇报，在基层建立相应的救护站点，然后配备必要的药品，还建立一些稳定联系的一些兽医。石振威，湖南原派山南市林草局的援藏干部，帮助当地建立一套完善的野生动物救助体系，是石振威援藏期间要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现在那个马路情况怎么样？他是怎么受伤？这个马路这边骨折了，我看的受伤是挺严重的。石振威接到报告，三日县曾溪乡森林管护员发现一只受伤小鹿，急需救治。还能吃东西吧？嗯，能吃。我们刚刚喂了那个糌粑。哦，喂了糌粑啊？那你们把你们自己家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受伤的小鹿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西藏马鹿，主要分布在曾溪乡一带。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下坏了，比我想象的严重多了。当下之急，要为小鹿找间能避风寒的屋子。这东西太多了，可能不行。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他们不专业，救治野生动物也没有经验，我必须马上联系最近的兽医，把他请过来，要不然这个马路就很危险了。下面那个软组织断裂，骨腔里面整个卵巢这一块严重的淤血，严重。如果内脏里面没有损伤的话，咱们那个用抗生素看能不能慢慢的给它恢复。曾溪乡地处偏僻，没有野生动物救助站，没有专门管护人员，乡干部让心地善良的牧民次人帮忙照顾小鹿。乡内的土呀，顶个来是吧？顶，那个现在那个顶什么呀？顶，什么叫去哪？顶，顶。查热情上的嘛，得下的。马路还是不幸的，
可惜，心里面很心疼，我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我总觉得看着眼睛，这马路就是在怪我。在那个前面输液去，刚个前面查出前三次的查没事。藏族群众啊，他们对这种大自然、对野生动物还怀着一个独特的、深厚的感情，他们对每一份生命都很尊重。就是我作为士林草区的同事啊，他以为我能够救那马路，结果我没救成。我自己内心也非常自责，感觉对不起那个马路，第二也对不起那个次仁阿家。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这个野生动物救护体系赶快建立起来。目睹野生动物离去，敦促着石振威加快了推进步伐。他来到电信部门申请野生动物救助热线电话。不管是老百姓也好，还是护林员也好，发现了受伤的野生动物啊，不知道找谁。我就觉得设立这个电话非常有必要，这个事情拜托两位经理一定要放在心上。开始。那么请您给我们讲一下这些野生动物受伤的一些案例。好的，主持人。垫个石头。多方奔走，各部门鼎力支持，工作进展迅速。很快，石振威筹措到了10万元资金，将一个废弃的院落进行了彻底翻新改建。我这个房可以自救一点，是吧？但是救助一下野生动物，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房子很空旷。这个站如果能够投入使用的话，那可以基本上可以承载我们三南全市的野生动物救护的这种事件。救助的，多久能够治好啊？大概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可以治好。对，治好以后我们就把它放生。他跟那个母狼分开了，刚刚送过来的时候都奄奄一息，都快死了。现在次仁阿家也在这个救助站工作，专职照料受伤的小动物。我这个星期被累死了，我到把他请，现在这个要死。守护野生动物，次仁的生活有了新意义。几个月来，石振威一直忐忑不安的内心，也终于恢复了平静。这个市一级的救助站啊，终于建立起来了，我心里的石头也落地了，对我内心也是一种告慰。感谢这里的每一个人，感谢这里的每一个生灵。那曲双湖，中国海拔最高县，地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高原野生物种重要迁徙区域。但这里却并非牧民的安居乐土。吃水难，
上学难，看病难，出行难，始终困扰着高原牧民。咱们双湖现在这个发展战略是啥？叫做这个生态立县，牧业稳县。杨南玉，第八批援藏干部，2016年来到双湖，任双湖县常务副县长。我第一期援藏结束呢，是2019年7月，当时呢正好是双湖即将开始整建制搬迁，也是我们几个援藏项目正在进行的关键时刻。所以把这件事呢做到底做好，所以决定再留下来续一期。按照搬迁整体规划，从2019年开始，三年之内，双湖县1.4万牧民将全部搬迁至700公里之外的森布日安置点。森布日安置点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海拔约3600米，距离拉萨市区60公里，临近机场、铁路、高速公路。一座座藏式小楼就是搬迁居民的新家，周边医院、学校、市场一应俱全。双湖生态搬迁陆续展开，梁南玉和搬迁驻村工作队一道逐村逐户走访了解情况，问题也接踵而来。前面应该就是多吉他们家了吧？对对对，离村委得有30-40公里吧？对对对，路也没有。抓起子，抓起，抓起，坐坐坐坐坐。多吉老人，你看家里边房子也不好，咱们全家呢都可以住在更好的房子里边，孩子呢也在那上学，好不好？他就在这放牧，他说100年纪了，不想搬。多吉老人那个搬到个大房子，为什么不愿意去呢？最根本的这个舍不得的东西是什么？什么原因是？那边的就是。最舍不得的就是羊，迁移好我们解决他的羊怎么搞，谁来管，这样。哦，就是只要把羊的问题解决了就愿意搬。对对对对，把这个羊解决好了让你放心了，好不好？八月高原牧区迎来收获季节，牧民即将搬迁离开，每家每户的羊群却无法随迁。牲畜呢，在牧民群众的这个心中分量是很重的。但都会问，那我走了，这个牲畜怎么办？牛羊怎么办？所以就做成合作社，把牛羊放在一块儿，因为原来这个1/5不到的劳动力就可以解决所有的放牧问题。中石油援藏力量开始投入资金，并引入内地经验，在双湖县各村镇组建了过渡期合作社。每家以劳力、牲畜、草场入股，牲畜由合作社统一放养，收入统一分配。这种过渡期合作社办法一直会持续到搬迁牧民有了新的收入来源。今儿这个信儿要是给多吉，应该是能高兴起来了。多吉，这回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羊这个事儿呢，给你解决了，不用再担心了，这个可以放心的搬迁了，哦，那边的好房子等着你。自家羊群得到妥善安置，多吉打消了顾虑，心情也变得无比轻松。搬迁，各家情况不一，不能一刀切。村里年纪最大的央真老人，三年来就从未考虑过搬迁。一按住了就可得，每个人民的按照可得的。俺叫刚搞不搞的？去上山山一呢，装着家都有的。是的，是是是是。
边这洗着，边这洗的，边这洗不了，这地里啊，是的，那边这洗着，地干水湿的，俺做套路，俺做家都用的，啥子拖布呢？啥子马沙瓦沙？那边抓的是，姐姐是姑娘儿的，三包鱼了，啊，热热热。马的毛尖弄了刚裤子光把刚裤上脚拿，跟着洗脚一拿。83岁的央真老人，面对生人会时常混沌，但表达起不甘的意愿，却清晰而坚决。像央真这样的老人。就要制定一些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合作社呢，在过渡期里边呢，也是要上来这个放牧的，这些老乡和群众也会帮助他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困难。总之，我们不会让这些故土难离的老人孤独地留守下去。啊，你们在这上哪都没的嘛，东岸的东西都是嘛，就生产嘛些啊。有。嗯，都嘛就这个做过的呢。可是干上的不能嘛，可是俺的电话叫他做的多一个，就是着了急。那让俺身边亲戚们直接介绍给俺了，可让俺搞这个兄弟，身边亲戚们。搬迁自愿，留下也会有陪伴和守护，一茬接一茬，不会中断。卓玛，三个孩子的妈妈，现在又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孕期已经8个月了。这倒是没得，他没家的。他在那个给住的时间，他说你把他公里去住宿舍的那么大个。大儿子索朗在上小学。卓玛告诉了索朗将要搬迁的消息。是不是啥空地？得了，他就我找这些。你说老真的能养活这些？没有人比卓玛更希望早点搬家。搬迁之后，就医、上学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们的妈妈都在家。嗯。可是，就在搬迁日到来的前几天。卓玛生产了。今天到过，第几天才到过？那不到第三天了，天色大。他这就是天数嘛，昨天晚上上了，超忙不通，但那个前面小伙子那么个了。产后恢复需要一定时间，卓玛一家注定要错过搬迁日。2022年8月，双湖地区牧民最后批次整体大搬迁正式拉开了帷幕。跋涉700公里，除部分留守牧民外，最后的大批次搬迁牧民抵达森布日定居点，他们即将在这里开始全新的生活。从这么远的一个生命禁区，到雅江旁边这样一个生机盎然的地区，老百姓呢都住在这个像小洋楼一样的房子里，有露台有院子，很安逸。很幸福，所以就是搬迁一代人幸福几辈子。此刻
梁南玉的同事中石油的援藏干部还在高原的双湖忙碌着搬迁的扫尾工作。就像对于这个孕妇呀，还有其他一些因为病患短期内不能搬迁的呢，这批人呢在具备搬迁条件的时候呢，我们会一对一的会帮他们把家安置好。今天卓玛的心情特别好，他接到中石油援藏干部通知，只等他身体恢复就会单独安排人员和车辆帮他们搬家。大大的沙发，还有桌子，还有河，还有格桑花。我想养一个猫，金色的猫。我们的家叫鱼大草，因为河里面有鱼，还有大草原。儿子索朗用彩色画笔图画着新家的模样，卓玛心里也在想象着那个家一定很温暖很幸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双湖生态搬迁结束之时，梁南玉也走完了整整六年的援藏路。在离开西藏之前，梁南玉最后一次来到双湖。我坐在双湖那个山坡上，我的眼前就是一望无际的羌塘，我的背后呢就是我深爱的双湖。六年真的也很快，真的要离开的时候其实还会有不舍。突然一下子，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眼含热泪？因为我们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洒满你窗台，其实幸福。